新，为了我们这宣传我们这个湖南水文拍摄的一个宣传片。那么我们大家往这边来啊，啊，菠萝蜜。OK， 非常中国啊，非常优秀的这个领袖啊，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毛主席啊。那么湘江是发源于我们湖南省南山县啊，流域面积达94721平方公里，干流全长948公里。你介绍一段，我来稍微翻译一下，因为还有很多同学可能听不懂。OK， you can see the Xiangjiang River on basin. OK， the area of the basin is about 1,700 kilometers square. OK， the total number are known about 948 kilometers from the source to the Dongting Lake. OK， OK， 下一个，你讲下一个，差不多。那么流经啊，在我们湖南流经了我们的永州市、衡阳，还有株洲、湘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湘潭，以及长沙、岳阳六个地州市啊，直到我们湘阴县的成宁溪口汇入我们的洞庭湖，从而汇入长江啊。